欢迎回来，我们来关心最夯的棒球赛事。前身为新农牛的义大犀牛队，今天回台中娘家进行三连战，晚间要对战这个桃园队。而杨将曼尼也磨刀霍霍了，正在练球。最新的状况，连线记者陈雨柔。好的，主观观众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呢，义大犀牛队呢，他们是晚上的比赛，今天下午就已经到达台中棒球场来练习了。可以看到球员们呢，都已在球场上面做一个投接球练习。不过今天万众瞩目的呢，就是一个焦点 Manny。可以看到呢，他刚才呢正在进行一个传接球练习，接着呢还有挥棒练习。那么现在呢，正在跟他的球友们呢正在讨论这个打击的一个状况哦。那么事实上呢，许多球迷他们也是提早来到球场之间呢，正是来目睹这个 Manny 的一个风采。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你看 Manny 的，看到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我很兴奋，我觉得他很有特色，非常有特色，而且打击很强。你今天来看谁的？今天来看 Manny。看到心情就觉得他就很爆发力很强这样。好的，事实上可以看到这个 Manny 呢正在积极在球场上面做一个挥球的练习。那么事实上 Manny 是相当认真，在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坐高铁来到了球场这个地方先来做练习了。那么事实上呢，今天大家球迷更期待的是呢， Manny 可以挥出他来台之后比赛的第一轰，这也是大家万众瞩目所期待的。那么呢，预计这个晚上比赛呢是在晚上6:30开始。那么以上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将镜头转给彭丽主播。好，谢雨柔，看到 Manny 人气真的很高哦，大家都期待他能够轰出来台的第一轰。